炎炎夏日里喝饮料、吃冰真的好消暑。不过您知道吗？如果这些冰品饮料保存不当，就容易造成人体的不适。高雄市卫生局就陆续针对市面上的冰品饮料进行抽验，而在首波抽验里就发现了有将近两成的样品不符合卫生标准。最近天气真的是好热哦，高雄市卫生局就陆续针对市面上的冰块、饮品及各式冰品配料进行抽验，而在首波抽验里就发现了88件样本里就有15件不符合标准，占了将近两成。而卫生局也呼吁冰饮业者应该落实源头自主卫生管理，调理场所也应该注重清洁卫生，并且做好病媒蚊防治以及定期消毒。而制冰用的滤水器也应该定期更换滤芯，或可向提供检测证明的供应商购买冰块，加强制作过程的卫生。